欢迎来到 Peter Steel Shop。 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三款不同牌子的手套，分别有 PIC、SNS 和 MacPool 的。首先就由 MacPool 开始先。第一对要介绍的是 MacPool Flight 飞行手套，这对手套戴上后就好像自己第二层皮肤一样，它有阻燃的保护功能，可以触控电话的屏幕，亦方便操作比较复杂的仪器。第二对要介绍的是 MacPool Technical 工程手套，这款手套是由布料制造，是 MacPool 系列最为轻薄的一款手套，适合日常的生活工作时穿戴。同样地，手指位亦都是可以触控电话的屏幕，加上手指位的设计是较为修长，更加适合做一些细微的工作。第三对要介绍的是 MacPool Patrol 巡逻手套，手掌的位置是由皮夹制造，提供全面性的保护和舒适的手感，适合用家作长时间的佩戴，亦都可以触控电话的屏幕，当做户外手套或者运动上的保护手套都非常之适合。第四对介绍的是 MacPool Breach 爆破手套，这款是 MacPool 系列保护性最高的手套，手掌皮夹部分是用了双层数码刻印技术，大大加强了保护性和实用性。手背关节加硬部分是根据拳头的形状设计而成，而手指关节位则有碳纤维制作的关节软件在里面，大大加强了保护性能。这款手套亦衍生出一对阻燃版本，外观和普通版一样，分别在于物料由皮革转为阻燃物料制作，而以上两款亦都可以触控电话屏幕。接住落嚟系要介绍 SNS 旗下嘅两款手套，呢两款手套都系设计俾水中活动专用嘅。呢一款系 SNS Warm Weather Glove， 呢款嘅物料较为透气，能够达到快干嘅效果，亦同时可以触控电话嘅屏幕。第二款要介绍嘅系 SNS Cold Weather Glove。物料会比较厚身，类似潜水衣的物料，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，同样地同第一款一样，亦都可以触控电话的屏幕。最后要介绍的是 PIG PIC 手套，最受客人欢迎的手套牌子，手套的尺寸比较适合亚洲人的手型。第一款要介绍的是 PIC Alpha魔术贴签带，手掌设有透气孔，加强梳气的效能，手指关节位有特别的剪裁，令用家更加灵活使用，绝对适合日常的大小工作。第二款要介绍的是 PIC Bravo， 这款手套是 Alpha 的阻燃版本，用阻燃物料制造，布料上比较厚身，而食指和手指弓的位置亦都可以触控电话屏幕。第三款要介绍的是 PIC Charlie， 这一款是 Alpha 的女士版本，设计上和 Alpha 一样，不过剪裁上就更为纤细，适合女士或手比较纤细的人士使用。第四款要介绍的是 PIC Delta， 橡胶带穿戴，比 Alpha 更为轻薄和贴服，而食指和手指弓亦都可以触控电话屏幕。颜色方面，除了基本的灰、沙、黑、绿之外，亦都新增了 Multi Cam 颜色，